息啊，我们说的有东方革命运动史，西方革命运动史，有政治经济学，功夫很多，功夫很多。当然还有魔文，最难的是魔文，蒋经国很用功。这样子他是拼命念国文，他认为要把国文念好，这是个钥匙，有了这个钥匙，你才好开开马年主义的宝箱。所以他把国文念得很好，念得很起劲。他常常在《整场报》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，蒋经国。这些文章里面啊，他的思想非常的进步，大家对蒋经国呀，对中学啊，都非常的敬重。我以为还有什么？但是你可以在他前面。